他来了。300年了，他只记得我是魔尊，有些怕我。他以前总说我们精灵渡天劫会忘记一切，如果以后我把你忘了，把这个给我，我就想起来了。这个有那么重要？当然啦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那时候我还没有成为魔尊，常去的是山下的青玉阁，人间的日子可比修炼有意思多了，我乐得闲散度日。那日他装作游玩的公子，却被我一眼看穿。好俊俏的小娘子，好香啊！他稀里糊涂的进了内室。身上都是我的味道。游山玩水的日子过得太快了，他的天劫在即。如果万一我回不来？没有万一，我会护你周全。那你会等我300年吗？多少年我都等。师父，天雷我没能替他挡，这300年的生劫我来受。你封住他的灵力，框他留在这混沌之躯，时间到了带他离开便是。